等于有六个大政策。那这次的政策呢，传统的例如说我们从加强这个取缔，然后从源头的管理还有环境管理来着手，那这次增加三项。第一项呢，就是从文化的改变开始做起，所以我们跟文化部共同来响应做这个事情，那未来会有跟文化部有更多的合作的机会。那第二个呢，是公司协力，因为其实很多民间的创意还有包含了这个民间的这个所有的NGO 的组织或者企业一起来响应来参与这个做起。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呢能够带动各界的一个文化能够一起来推动，所以我们等于是说征集的民间的一个创意的意见能够来一起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其实跟过去相比来说的话比较不一样，对，多了一些文化的创意还有公司协力来着手。对，那其实因为这个烟蒂的东西哦，其实已经很久一段时间了，那我们是希望不断用新的方法，那特别是结合民间朋友的一个创意共同来推动这些事情。